癫狗马经又报捷。上次人马各人推介，继续帮大家赢爆马会，有图为证。想赢马，梗系要睇癫狗马经啦。大家可以经 PayMe、PayPal 转数快，又或者订阅 Pay 财嚟支持癫狗日报。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癫狗日报月费计划。好，欢迎嚟到新嚟港电影啊！嚟今日咧，我哋同几位网台主持咧过嚟睇美国公映啊！头先咧系爆晒棚啊，啲人喊到哗哗声啊！另外一个喊到哗哗声就系呢个 Missouri 啊，识嘅 Missouri 啦。咁今日仲有原来金耳中嘅亨利先生啦吓，同埋先前吓、啊，咦，你都有喊啊？原来我冇喊，我喊路嘅，我打喊路 ，OK。同埋先前拍过《还看今朝风云人物之梅艳芳》嘅。Alex 嘅嚇、啊，喂，咁點啊？啱啱睇完呢套戲，你喊到豬頭咁喎，阿 Miss Ho 嚇。我最深刻、最深刻就係頭嗰句《心債》嗰首歌同埋尾後嗰拍，因為《心債》係香城浪子嗰首主題曲嚟嘅，咁都係我個年代啦。咁但係最後去告別嗰個，我已經嚟咗美國，所以但係一個女人話嫁結婚著婚紗已經好感動，仲要嫁俾舞台，我就覺得。即係明知道自己都走㗎啦，但係最後佢都做咗佢要做嘅嘢，即係依個唔係個個做到咯，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感動。同埋第一首《心債》唱嗰下，哇！即係好好笑嘅，一賠二百嗰度我就覺得係好笑，但係到佢一開音樂一唱就好。同埋我覺得選角咧係選得好好。嗯我好贊成選角嗰個做梅艷芳真係做得好好，黃丹妮真係一流。係。啊，輪到阿台長啦。套戲如果你講梅艷芳嘅傳奇，佢係拍得啱嘅。即係其他入邊所謂有好多評論個 detail 嗰啲，其實我覺得真係唔好重要，因為如果你要睇一個咁 detail 嘅，不如睇《跛豪》啊嗰啲咪仲好啦。不如睇翻紀錄片啦，係咪？係睇紀錄片啦，呢個唔係 documentary 啦，呢個拍緊一個商業電影嚟嘅。商業電影紀念梅艷芳嘅呢個演藝嘅一生啦，我覺得佢係攞到個神髓嘅。至於選角其他角色好唔 OK， 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因為其實都唔你冇可能扮到十足噶啦。其實黃丹妮已經有九成噶啦，已經。佢嘅化妝同埋演技啊，廖啟智教佢演咧，其實已經演得到好。以一個第一次演戲嚟講咧，佢係攞到噶啦。我廖啟智教佢演㗎。係啊，廖啟智由幾前教佢㗎。臨走之前幾年前拍咗㗎啦。佢呢套嘢其實係拍咗三四年㗎啦。哦。唔係啱啱一年前嘅嘢嚟㗎，即因為佢淨籌備呢個角色揀角都用咗一年啊。係。所以變相咗其實呢段時間佢基本上。我不知道佢有冇用咗三四年啦，但係一段長時間嘅。咁音樂做得好好，同埋我覺得成個傳奇嚟講，淨係講梅艷芳呢一生咧，佢拍得已經交代咗個故事非常好。即係其他好多唔好介懷其他所謂咩細節啊，有呢啲咁嘅。其實你當一個去紀念梅艷芳嘅一個一生咧，係已經做到㗎啦。唔係，嗱，補充翻啦，以女性嘅角度嚟講咧，一個女人同未結過婚咧，那個感情咧。匿埋喺嗰度，唉，唔好劇透咁多。即係嗰下，跟住好唔捨得咁樣分開咧，嗰下我都覺得真係好傷感咯。即係女人最終都係希望結婚生仔，但係佢係迫於無奈，因為佢寧願揾事業，其實未必係佢想嘅。咁我就覺得一樣。同埋一樣嘢就係一套戲最值得一樣嘢就係可以聽翻好多時以前梅艷芳啲歌。咁我覺得真係好值得睇咯。如果兩個鐘頭又有歌聽，又睇翻佢個傳奇咯，嚇。剛才阿 Miss Ho 和阿朱台長都交代了，即是交代了，即是人物各方面演得好啦，黃丹妮，所以我會覺得佈景那裡，或者是當時的梅艷芳那個年代的佈景，即是朱台長這麼說，即是佈景真的做得很好，即是做得很遲，還有張國榮啦，張國榮那段是真的很多臨記啦，是真的拍回當時張國榮那個即係出殯嗰陣時咁樣，係真係當時有時係自發經歷，係當時係真係諗記咁樣咯，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導演都話個導演都話好，即係都話係拍得好辛苦，因為要有 NG， 因為太多演員啦。嗱，補翻啦，呢套戲嘅導演就係寒戰嘅金像導演啊，梁樂文啊，嚇。係，同埋個紅館嗰度就。你不可以話成日拍噶嘛，最幾可能拍一日，跟住就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剪接翻個真係梅艷芳嗰個新聞片段啦。所以真係
幾好呢套戲。嗱，你頭先講咗張國榮啦，咁樣張飾演張國榮嗰位嘅嗰位劉俊添啦。劉俊添，你覺得嗱，佢個樣子就一啲都唔似噶啦，老實講句，但係佢神髓似。嚇！即係其實呢套戲嘅選角咧就係選神髓。係。咁你話飾演劉培基阿古天樂似唔似咧？一啲都唔似。一啲都唔似啦。但係。即係佢感動到你知道Eddie Lau 係一個咩人咯？咁仲有一樣嘢，你頭先講起銅管同埋利舞台，咁我細個係喺香港到大嘅，所以突然間影翻利舞台嗰種，哇！我嗰度睇過幾次，真係好 touching。咁同埋我亦都有幸咧，係1998年梅艷芳喺 LA 開演唱會。我係喺好少影到阿 Miss Ho 個樣烏裏丹都喊到咁樣嘅，即係要 close up。即係 Share a Detroit 啦，喺1998年梅艷芳喺 LA 我諗係最後一次演唱會，我好慶幸我有睇到啦。其實我唔係阿妹姐嘅 fans， 但係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我即係年紀差唔多係嗰個年代咧。咁佢影翻嗰啲香港啊、紅館啊、梨舞台嗰啲，我突然之間好似好多回憶翻曬嚟啊！突然之間嗰個 moment， 我覺得呢套片主要都係帶俾翻一啲70年代、80年代嘅回憶嘅，即係嗰利舞台嗰個咧，個景區做得好真，因為我係好真啊，即係因為我喺嗰度住嘅，所以我知道嗰個真係人間美心餐廳喺。你住未利舞台㗎？我係住港島嘅。哦，我成日要去嗰度，我去馬會嗰度食嘢啊嘛，咁我就會去利舞，一定經過利舞台㗎嘛。嚇！咁變相咗嗰個餐廳附近係真嘅嗰個地方，因為嗰利舞台曾經以前做過西片嘅 ，World Cup 第一次咪喺嗰度做嘅。即係嘅意思就係話佢做翻當年個景係做得好細緻嚇，佢個 computer 嗰個CP 做得真係好前。除咗做演唱會咧，仲我記得我細個睇過《木偶奇遇記》嘅喺嗰度，係好鬼真嘅，即係好多回憶翻嚟，其實真係一個回憶咯。好似尖東海旁咁樣啦，佢拍嗰時咧，其實佢得嗰條欄杆嘅實景，後面嗰啲景咧，見嗰啲酒店咧，全部係電腦 key 翻前啲相啊上去嘅。但佢做得幾好，因為唔似好簡單咁簡陋咁做，佢做到個景，即係你如果你唔係真係知道佢背景係咁樣時，你真係以為佢點樣可以揾到個咁靚嘅尖東海旁咧？因為已經唔同樣啦，而家80年代嘅尖東海旁同而家唔一樣，佢只不過即係起碼你個尖東海旁望落去唔會有會展新翼啦，大佬唔會出穿崩，唔會望到金紫荊廣場啦，係啊。你有冇留意翻佢聖誕燈飾喺尖東海旁？佢係將以前嗰個影翻出嚟，係啊係啊，80年代我係喺尖東，佢嗰啲相翻出嚟嘅，所以我真係好大感觸，因為80年代我係喺尖東某幾間酒店做，所以其實對我嚟講都會。蘇怡姐喺尖東酒店做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就幾間就唔講啦，但係即係尖東海旁嗰度，我直頭以前嗰間酒店係對住海旁。嗱，其實咧，呢兩年疫情咧，我哋冇得翻香港啦。但係通常我都一年起碼翻一次香港，通常都係感恩節或者聖誕期間咧，我都會去尖東嘅。今時今日嘅尖東咧，其實嗰啲燈飾已經冇乜㗎啦，即係同以前80、90年代，即係你睇一笪地方嗰個聖誕燈飾，就知道嗰笪地方而家有幾繁榮。冇錯，嗰時係真係80、90年代嗰個燈飾，因為我真係親歷其境咯。尖東啊、利舞台啊、紅館啊嗰啲，全部都係我經歷嗰段年代，所以。我諗我嘅感觸係即係有冇你覺得套戲，你覺得會唔會覺得對你講少少後生嗰啲咧？你就因為你係最後生嗰個啦，你後生我20年啦，你就因為其實我聽嗰陣時咧，其實應該係我出睇嗰時都係會有聽張國榮喺梅艷芳啲歌嘅，都係入邊嗰個年代。咁但係咧就可能係你可能係我中聽到，係我老你20年啊，我早啲啦。咁所以係啦。咁後期即係佢哋已經可能差唔多係封麥嗰陣時，咁啊即四大天王開始咁樣，所以變咗都係入會有聽梅艷芳啲歌。咁所以其實聽翻起或者好似阿梅別蘇咁講，聽翻起都有啲回憶咯。同埋胭脂扣嗰個感覺都好感人。你頭先講嘅胭脂扣咧，我就想講一講，其實選張國榮嗰個角色咧，最入戲咧，即係最似張國榮就係胭脂扣嗰幕，即係這個劉俊謙係嘛？係啊，係啦，就係胭脂扣嗰一幕，真係好似張國榮，嗰個神情。因為關嘉文當時話要角色唔係要一個女人嘅女人，佢係一個女人，但有男人心，呢個係梅艷芳嘅個性，而佢要一個男人有女人心，呢個係張國榮真實嘅個性。咁胭脂扣點解會做得咁好？就係因為呢一個咁特別嘅化學作用嘅啫嘛。因為喺後期有講過解釋佢選角呢個情況係點解會，因為你喺入邊見到如花嗰個角色佢係強嘅，好似係保護緊12歲張國榮咁。而張國榮係有少少好似好女人咁樣，係需要人保護嘅，但係佢表面係一個男人嚟嘅。咁呢個係佢哋兩個嘅化學 chemistry 嚟嘅呢個。
所以當時胭脂扣做得咁好咧，係因為佢呢個特別個性嘅元素成功原因就喺呢度。大家都講完，即係大家都講過感想啦，係咪啊？咁我補充幾句嘅嚇。嗱，我首先我係一個比較理性嘅人，我冇喊到嘅，我冇喊到。你都冇眼淚，係啊。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幾點啦。嗱，首先講下現場先。嗱，頭先咧，我哋入去睇嘅時候，我 check 一 check 嗰個賣飛情況咧，係除咗第一行賣唔曬之外咧，全部賣曬啊！呢套戲係爆滿嘅，即係可以咁講，仲多過《永恆族》啊！嚇，但係咧，《永恆族》咧，我哋睇完之後咧，係冇人拍手掌嘅。呢一套咧係個個都拍爛手掌，同埋一套文藝片嚟講咧，仲要係廣東話嘅文藝片咧。我喺即係睇嗰陣時好靜啦，係咪先？係聽到啲人喺度喊嘅，聽到啲人喺度掹紙巾啦，喺度喊，唔止滅粗啦嚇。周圍都有人喊啦，聽到啲飲泣聲嘅嚇。我聽到係食爆谷聲嘅啫。係嘛？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我想講嘅就係、是，頭先大家講過即係尖東海旁啊、利舞台啊咁樣啦。其實佢開場嗰幕咧，麗苑咧都做得好似嘅。麗苑佢做得好細緻嘅，我睇到一度咧，譬如話佢有個個台啦，同埋有個咩叫錦秋小廚啦，咁你都知麗苑係邱德根噶嘛以前嚇，咁啊邱德根個老婆就求錦秋啊嘛，咁所以佢係用佢老婆嚟命名咧，好多嘢都用求用錦秋嚟命名咧，佢呢度嘢都做得細緻喎嚇，都做埋出嚟喎，係啦係啦，佢真係資料搜集做得好好啊！咁啊，仲有咧，我就覺得嗱，呢個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自從即係你可以將成件事嚟睇，嗱套戲就叫梅艷芳，就講梅艷芳嘅一生啦。咁其實梅艷芳嘅一生，我哋頭先兩個鐘頭十五分鐘咧係講唔曬嘅。我喺中場都同阿亨利先生講咧，我話喂，其實佢嗰啲時序都跳得幾快嘅喎，即係由新秀到由新秀，跟住突然之間又跳做影后啊，即係嗰度都跳得好快嘅。咁可能咧，第時出碟嘅時候會有一個長啲嘅版本，我相信唔止拍得咁少嘅嚇。應佢接唔少，因為佢入邊有啲歌方面，譬如講張文唱 Monica 嗰度咧嚇，我冇見到佢有表演 Monica 嗰首歌，係，但佢有播一放出嚟，但係佢有表到出嚟，係啦，唔係通常佢有音樂編排，佢應該有嘅，佢冇唱出嚟啫嘛，因為佢可能因為太長啦。我諗希望佢第二次出 DVD 嗰時咧，可以出足佢原本拍嗰度。肯定係拍得多過今日上映呢個版本嘅，因為可能兩個幾鐘係太短，可能係剪過跟住上。我感覺都係因為跳得太快嗰啲時序嚇，太快啦，係啊。因為你由69年講到03年啊嘛，嚇講呢條40年喎，係咪啊？嚇同埋我想講嘅就仲有咩咧？係。嗱，呢個我個人覺得啦，啊，即係套戲叫梅艷芳，但係其實講緊嘅就係成個香港嘅情懷喺裏邊嘅，嚇，同埋講緊嘅咧就係香港，我自己咁覺得啊，香港由最風光到開始沒落，就係梅艷芳嘅一生嚟，嚇，即係可以咁講，你睇到嗰陣時80年代中嘅樂壇，90年代嚇一路去到過咗千禧年。直至到梅艷芳同張國榮逝世之後咧，其實香港之後都冇咩樂壇，我咁覺得啦。兼隔你睇埋，其實嗰個香港嗰個運咧都過咗嚇，最風光嘅時候就係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候，係係。所以呢樣嘢真係好值得懷念，即係我一睇就啫，哇！原來香港最風光嘅時候就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啦嚇咁樣。同埋咧，我好記得梅艷芳到咗最後邊，佢講過兩句，其實呢個好啱，呢兩句反而係腰到我腰心腰肺嘅，就係佢話人生有嘢嘅時候，有嘅時候，擁有嘅時候就要珍惜，未擁有嘅時候就要爭取嚇，即係呢個係好 inspiring。其實佢即係呢個係，如果係真係出自梅艷芳嘅心諗呢一個心所想呢兩句説話咧。其實亦都係 apply 喺所有人身上，嚇，係咪啊？即係好老土講句，叫做珍惜眼前人，係咪啊？但唔止眼前人嘅，係珍惜所有嘢嘅，係珍惜呢笪地方最風光嘅時候，係珍惜我哋擁有嘅時候，係咪啊？未擁有嘅時候就爭取時間去爭取，就係咁樣，係啦，係啦。咁今日啊，三大主持啊，咁我哋專登其實約埋嚟嘅，咁啊，好多謝阿 Miss Ho 咧提醒咗我啊。其實就係因為咧，我哋上次係對上一次我哋嚟睇已經係怒火嘅時候咧，怒火我哋就咁踩入嚟嚇買飛咧都有飛賣嘅。咁梅艷芳尋日 check 一 check 嚇，24小時之前已經賣咗七成飛啦。
爭啲要坐前頭啦。咁好在我尋日就上網買咗飛嘅啫。如果唔係咧，根本踩入嚟係買唔到飛嘅，買到第一行。你買飛嗰啲唔使俾翻錢佢啫。係啦，係啦，我真係想順帶一句咧，好少華語片咧喺美國係做到咁嘅情況啊。對上一次我睇到喺美國做到咁嘅情況咧，已經係《流浪地球》，即係幾年前嘅《流浪地球》，又係咁買唔到飛嘅。又是爆晒咁滯嘅，再對上一次咧，就是《戰狼二》，《戰狼二》又是第一行都坐滿嘅嚇。咁、但係呢兩套都唔係廣東話嘅電影啊嚇、都係今次呢套我係第一次見到廣東話嘅電影喺美國係咁爆啊嚇，喺洛杉磯係咁爆啊嚇。Even 阿 Miss Ho 你講話以前睇《志明與春嬌》啊，《春嬌志明》啊，或者《單身男女》啊，或者係低俗喜劇喺香港都收得唔錯票房嘅戲咧。在美國呢邊都唔爆嘅，都唔係好多人睇嘅。梅艷芳呢套咧係好特別啊！今次就係嚇咁樣樣。咁啊，好啦，嚇。其實係我喺香港同埋美國啲朋友咧，我得出嚟嘅 feedback 都係話，佢哋會再睇多第二次嘅。哦。今次都係我香港嘅朋友。你會唔會睇多次咧？我有可能會自己一個人嚟睇啊，入口場。哦。就唔會俾人見到你個喊樣啦。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我冇諗過自己，即係我都已經係忍住㗎啦。但係啲朋友係。喊咗三四幕嘅已經，但係都 OK 嘅，但係我會再睇第二次，因為我係好想再聽翻佢啲歌， okay. 主要係好想聽佢啲歌，同埋我唔知道今次佢係咪咪嘴定還是真係梅艷芳唱？梅艷芳唱嘅，唔係佢唱，唔係佢唱嘅，佢唔識唱嘅。係攞原裝版本嘅。系啦，系啊，即系演唱会原装版本啊嘛，系啦。佢之前嗰啲歌咧，有啲系黄家嚟唱嘅。我觉得佢之前有啲系黄家嚟唱，因为佢一定要自己一定要唱翻几多，佢唔能够攞晒嗰个版嘅，所以佢前面有啲系有佢自己唱嘅。佢特登有唱歌老师教佢唱，梅艳芳佢唱腔嘅，系啊，佢有练过噶，系佢啊，即系真系做得好似啊个神水，佢嗰啲动作真系好似。佢呢个应该系 train 过嘅。哈哈哈！嗱，今次呢一套梅艷芳咧，就喺四個海外國家一齊上畫嘅，同香港同步上，就係美國、加拿大、澳洲同埋英國啊。咁近呢半年我有好多英國嘅朋友香港嘅朋友移民咗英國咧，佢哋都有喺倫敦度睇梅艷芳呢套戲，佢話都爆曬棚嘅嚇咁樣樣。好啦，咁唔係話特別即係。幫呢套戲賣廣告，但係都真係唔錯嘅，真係唔錯，真係唔錯，係。只不過一個觀後感嚇咁樣樣。好啦，咁啊同大家講住咁多先，歡迎大家收聽新嚟講電影。OK， 下次再見，拜拜。買定樓去英國，宏遠海外物業投資幫到你。我哋有長期展銷廳，有專人為你代辦 BNO 5+1移民海外投資賣樓或租樓。一站式服務為你解決所有疑難，買機票仲有機會拎到優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詳情啦！咦？點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錯過咗 My Radio 嘅直播節目嘅？我明明已經訂閱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頻道噶啦喎！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y 財嚟交月費添。好，歡迎嚟到新嚟講電影呢個時間嚇。嗱，今集咧就好特別嘅。嗱，點解會開呢一集呢？就係、是、嗱，上個禮拜我同阿 Mike 咧去睇完嗰、那個永恆族嘅盜比版之後咧，我哋出喺戲院門口啊。啊！嗰、那個咁嘅優先場咧，我哋喺戲院門口咧就即刻錄咗個觀後感。咁嗰一集裏面咧，我錄咗成40分鐘嘅。咁其中咧有一度咧，我哋講到咧，我哋將呢、這個今次呢個永恆族呢個導演啊趙婷咧，佢其實嗰個背景咧令我諗起咧，就同另一個華裔導演啊李安咧就好相似，好相似。咁我哋嗰陣時講緊究竟李安當年我哋就覺得佢做拍《變形俠醫》咧，就一個失敗之作啦。
啊，未讲之前我要介绍下先。今日我嘅拍档咧就系、是、另一个网台啊，有位网台嘅台长啊，呢、這个系阿朱生 Alex 啊。系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系啦，咁佢咧都中意啲美漫啊，同埋 Marvel 啊 ，DC 嗰两边咧都甚有研究嘅。咁有研究咧，特別有研究啊，係啦。咁啊，今日搲埋佢過嚟，咁咁啱咧。佢尋日就睇完呢個 IMAX 版，咁樣我就同佢想傾一傾，即係其實係作一個比對啊。呢個趙婷同埋李安嗱，點解我話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咧？你可以咁講，你話喂，華語導演唔止佢呢兩個啊。嗱，有幾個近呢幾年有另外兩個係好成功嘅，一個温子仁。啊、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啦，一个就林佳斌系嘛，林系啊系啊，咁两、啊、个拍恐怖片起起家噶佢就啊，咁林佳斌就系拍呢、這个嗱，佢、啊、首先系 UCLA 读呢、這个电影啦，嗰阵时嗰个咩Better Luck Tomorrow 啦，咁跟住后屘又拍狂野时速啦，吓、啊、咁样，咁温子仁亦都有拍狂野时速，又拍恐怖片起家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嗱、啊、呢两位阿温、啊、子仁咧就系、是、英国土生土长嘅。据我所知，咁啊林佳斌咧就直头同我系街坊嚟嘅，同我住同一个城市嘅，就喺我个女隔篱屋添。当年系，当年系，嗱，当年系吓，就同我个女嗰间中学咧，即系佢个你知学区嘅嘢噶啦，就系佢学长嚟嘅吓，即系学长嚟嘅师兄，即系同我女而家读紧间中学师兄师妹吓咁样嘅，咁咧你可以咁講，佢哋兩個其實都係呢啲番薯仔啦，係咪啊？番薯仔啦，嚇咁啊，基本上係德國學係黃種人，其實裏面嘅思想思維同埋拍攝手法咧，都係好西方化嘅。係，但係嗱，你睇下李安就唔同啦，李安同趙婷呢兩位就唔同。李安咧，首先講一講李安嗰陣時咧，佢係。喺呢個伊利諾州讀書，跟住再去NYU 啦，紐約大學讀電影咁樣嘅嚇。咁嗰陣時，我最記得咧，佢講過，即係佢個夢想，佢有個電影夢啦。但係個電影夢都唔可以當飯食嘅嚇。佢嗰陣時，我最記得佢段背山攞金像獎嘅時候，佢上台講第一個要多謝就係邊個？佢老婆啊，係因為佢嗰陣時咧好踎燈啊，讀完電影即係冇人揾佢拍戲嘅時候，佢係。喺屋企踎蹲咗365日，系一啲嘢都冇做过嘅。啊，我想问翻你一样嘢，系等运到噶。嗰、那个卧虎藏龙系咪佢拍噶？就系、是、因为佢拍咯，就系、是。系啦，卧虎藏龙就系佢第一次攞金像奖，有提名金奥斯卡奖入边有，系啦。乜直头系攞咗噶？佢攞咗噶、啊、但系唯一嗰套戏本身攞唔到最佳电影，但系攞到最佳外语片、啊嗰套戏当年就俾另一个讲种族歧视嘅另一套戏阿 Sandra Bullock 做嘅吓、啊，我唔记得咗叫做 Crasher 吓攞咗嘅吓，但系李安系攞最佳导演同埋攞最佳外语片，咁佢第二次攞奥斯卡最佳导演就系嗰个少年派啦，少年派系啦系啦啊，咁啊佢攞过两次嘅，咁啊历史上边都系佢系第一个华语导演咧攞过两次吓，咁佢嗰阵时讲过话佢喺屋企踎蹲咗一年。咁差唔多佢想转行㗎啦，就係佢老婆支持佢。即係换言之，佢嗰年係食緊软饭。佢老婆就係出去搵嘢做。佢老婆就都来头唔细㗎，两个都係留学生。喺呢个伊利诺州嗰度读嗰个生物系嘅博士。我而家读生化武器添。生化武器生物系嘅博士。咁而家佢就喺纽约都係做緊嗰啲生化研即係生化研究嘅嘢嚟嘅。咁呢个题外话啦，花生嘢啦。咁转一转个镜头喺赵婷嗰度啦，系赵婷亦都系喺中国土生土长，北京出世吓。阿爸其实系小康之家嚟噶，唔系话冇钱嘅。嗱，阿爸佢原来就系一个首都钢铁嘅总经理，曾经系吓。咁、所以佢14岁嗰阵时候已经送咗个女儿去英国寄宿噶啦吓，咁啊即系栽培佢啦吓。咁啊到咗2000年嗰阵时咧，佢就自己走咗嚟 LA。住咗喺個 Korean Town 嗰度，韓國城嗰度，就揾咗間中學嚟畢業，即係揾咗中學嚟讀埋畢業，又唔喺英國畢業喎，咁樣喎。咁跟住之後咧，佢其實係最深於呢個政治系嘅，所以佢拍嘅嘢咧，其實成日都想表達一種嘢，
就是因为他读完政治系的背景，他来美国是读政治系的。但点不知点解会走去拍电影呢？读读下政治，谂住应该见到喺国会见到佢噶噃。冇系啦，但系因为佢就读完政治系咧，就失业嘅，就搵唔到工，就搵唔到工嘅。嗱，我哋身边都有一个朋友叫抖音哥啦，佢都系读政治系嘅，所以都好难。抖音啦就系好难搵工嘅，系好难搵工嘅。咁结果咧，佢阴差阳错之下咧，就去咗读电影。嗱，咁佢读电影咧，就遇到个伯乐喎。咁呢個伯樂咧，我睇一睇呢個資料，原來佢師傅係 Mike Lee， 係 Spike Lee 啊。Spike Lee 你知係邊個啦？即係香港人可能未必熟悉。佢係除咗係一個電影製作人，一個幾出名嘅黑人導演之外，佢仲係呢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系嘅講師嚟嘅嚇。佢即係算係黑人裏面算係殿堂級嘅導演嚟嘅嚇。咁佢拍嗰啲咩咧？佢拍好多嗰啲片咧，都係獨立製作。都是獨立製作，但是呢就是那些黑色喜劇，通常都拍黑色喜劇去控訴個社會某些東西，通常都是控訴白人和黑人的不公平啊等等的東西。我最記得去年他出了一套戲，他那些黑色喜劇不是說不好笑的，好笑的，好笑得來你又覺得悲哀，即是那些才叫黑色喜劇嘛。他又講一個白，講一個黑人混入了去三 K 黨那裡，你知三 K 黨就是反黑人的啦，即是去年的戲來的。吓、啊、咁样，即系一套笑片嚟吓咁。另外一套戏咧，就系、是、讲一个我记得就系前两年就系讲一个黑人，佢系一个 customer service 嘅接线生嚟噶吓。咁佢点样同一个人同一个学历同一个履历，但系你做接线生，你接线嗰阵你唔知佢肤色噶嘛？佢就系扮白人嘅口音，戒除咗黑人嘅口音，令到佢飞黄腾达噶。即是你看落佢，觉得成件事好像好笑，但其实好悲哀的。因为即是代表咗我见唔到你的肤色，我凭你的口音，我知道你是黑人，我对你的态度会不同。即是咁样，即是一个以白人世界为主，系啦，肤色就会完全冇错，180度转变啊，或者系啦。所以呢个 Spike Lee 咧，佢就好喜欢拍呢啲嘢咧，佢控诉个社会不公平，个文化种族不公平，嗰、那个肤色。不公平系嘛？呢个 society 嘅差距咁样嘅，咁所以佢收咗赵婷呢个赵婷做徒弟咧，赵婷都俾佢 inspire 到好多嘢嘅。其实你喺呢套永恒族里边咧，你睇到佢其实想讲好多嘢。嗱，此其一，此其二咧，有一样嘢我想讲嘅 ，study 赵婷呢个人咧，原来佢你知唔知佢嗰个偶像系边个？唔知。佢偶像是王家卫，系啊，咁所以佢系乜嘢王家卫嘅戏佢都睇，同埋佢话佢每日去开镜拍戏嘅时之前咧，一定睇一次《春光乍泄》嘅，就对佢致敬嘅。咁你睇到一个人，佢本来，所以你睇戏咧就唔系净系睇戏，即系当然啦，你可能睇一套漫画改编嘅戏，你会睇翻个漫画。就然後大概知道背景啦，但係我會睇埋佢後面個動機，會睇埋個導演個處理手法。嗱，譬如趙婷，佢係一個咁樣嘅人，佢本來嚟到係讀呢個政治系，後來轉做電影系，咁你都知道佢當然係想表達啲政治嘅嘢嘅，嚇。兼夾佢師傅係 Spike Lee 嚇，成日都講嗰啲黑白種族嘅不公啊，咁佢唔多唔少都會 inspire 到佢嘅，嚇。佢個偶像係王家衞。咁你都估到嗰套戏唔会系好刺激嘅，一定系有啲深度嘅，一定系会有啲深度嘅，啱唔啱先？啊，咁样样，咁所以嗱，譬如话段，你又讲翻李安，李安佢譬如话佢每套戏都想表达一啲嘢啦，吓，我点解咁中意李安？而家我亦都咁中意赵婷。李安，我记得我嗰阵时读大学咧，我修过一科艺术咧，嗰阵时系要做一个 paper， 系要做。是要睇一套电影然后写一个 paper， 我个 paper 攞 A 加，我就揀咗李安当年嗰套喜宴，吓嗰套喜宴。咁李安第一套系推手啦，亦都系讲啲新移民嗰、那个叫做 culture shock 啊，吓、那、嗰个文化嘅冲突啊。但喜宴咧就唔止新移民文化冲突，仲要加埋跨种族嘅同性恋嘅婚姻啊嘛，吓、啊。咁其实佢系咁跟住唔使讲啦，之后饮食男女，跟住之后去到段背山，系、啊、你都知啦。美国的核心价值就是你看的奇年伊士活啊，牛仔就是红豆豆是一个男人来的嘛，红豆豆拿支枪出来，牛仔嘛，西部牛仔啊是最 man 的嘛，是不是？
佢就打破咗呢个塔布，即系呢个禁忌，吓、啊、就系、是、用呢个牛仔同性恋嚟做呢个题材，吓、啊，所以佢其实我觉得吓、啊，深敲李安同赵婷佢哋嘅作品咧，其实每一套戏咧，佢都想表达一啲对世上嘅不，即系世上嘅不公啊，等等嘅，吓、啊，咁你睇到一赵婷呢一套上次嗰套攞獎嘅《浪跡天地》啦，我好中意啊，我又好中意啊，《浪跡天地》我自己喺戲院睇咗兩次。嗱，如果睇《永恆族》嘅人有睇過《浪跡天地》，你就會大概知道佢係咩手法噶啦，嚇啊，係佢係一個乜嘢嘅導演係嘛？浪跡天地好多人睇覺得好悶，香港人睇，因為我自己喺 Sci-Fi 嗰度都講過呢一套戲，香港人睇係會 get 唔到嘅，我哋美國人睇係會。好深嘅共鳴啊！即係人生，你可能以為一班遊牧民族嚇、啊，州過州咁樣揾啲咁嘅臨時工，但其實是悲哀。人到中年冇嘢撈嚇，屋都冇間嚇，即係差唔多係變咗無產階級，仲要貧能話自己嚇嚇揾得呢餐唔憂柴唔憂米，憂柴憂唔到米，即係咁係啦。都有問題嚇、啊，要周過周，要嚇、啊、去啲冰天雪地去做啲咁樣嘅 seasonal 嗰啲咁嘅臨時工嚇，咁、啊、又未去到六啊幾歲攞呢個社會保障金喎、啊，係咪啊？咁所以半天吊嗱、啊，旁人睇嚟就覺得好似食花生咁，我哋美國人睇嚟覺得好悲哀，因為可能五啊幾歲到咗我哋五啊幾歲，可能真係。都會變咗咁都未定嘅嚇咁樣，所以《Lomeling》呢套戲其實點解會嗰個呼聲咁高，嗰、那個欣賞指數咁高，同埋攞到呢個咁多獎金球獎同埋呢個金像獎咧，係有個原因嘅，就是、因為美國人一睇就係有共鳴。今日睇呢套《Lomeling》，即係等於香港人睇十年咁樣。今日睇呢套《Lomeling》，可能聽日就係發生喺我身上啊！就要住喺架車嗰度噶啦。吓、啊、咁样样啊，即系你知啦，你我哋都中老啦，系咪先？即系有咁嘅可能啊，仲惊住自己冇钱睇医生啊，啲咩病痛又出晒嚟啊，咁样样。所以佢系拍得好细致，好好嘅。赵婷，佢其实现实生活里边都系一个怪人嚟噶。吓、啊，你睇下好多荷里活嗰啲导演咧，都会选择住翻喺加州啊、荷里活啊咁样样啦，系咪啊？纸醉金迷嘅地方，但系赵婷都选择住喺加州，但系原来佢。原來佢而家係住喺 Ventura County 一個小鎮，嚇、oh. 嗰個小鎮得千幾人嘅啫，係要110 miles 先至翻落嚟 LA 咁樣樣嘅，就係同佢男朋友喺度住緊。咁啊，嗰個小鎮咧，原來好多啲西部牛仔戲都有嘅，即係嗰個情景就係好似佢住 Lomeling， 好似 Lomeling 裏邊嗰啲情景咁樣啊，咁細嘅鎮嚟噶，嚇咁樣啊，養咗兩隻狗同埋三隻雞咁樣，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是一个咁样嘅导演嚟嘅，即系我中意一个人咧，我就会 study 佢背景，就 study 到咁深入啊咁样。咁嗱，交个咪俾你之前咧，我讲多一样嘢就系、是、赵婷咧，咪好多人都讲紧喂，永恒族呢一套戏本来咧就系、是、嗱，我上次同阿 Mike 都有讲啦，本来咧就系、是、揾个华人导演，揾个揾啲华人演员，咁啊本来谂住入大陆，而家就窝可咗入唔到咁样噶。咁其實亦都未必係嘅，因為趙婷嗰陣時咧喺睇翻佢個 track record 咧，2013年佢嗰陣時已經講過類似嘅言論啦。嗰陣時佢係拍第一套獨立電影嚇，類似嘅言論咧，佢都講過話佢細個喺大陸長大啊，就覺得接收到嗰啲資訊都係騰雲駕霧，似是如非啊，好似似或真或假。當時咧佢係講得好婉轉嘅。吓、啊、咁已经有呢一种咁样嘅言论出咗嚟啦吓咁样样。咁上次咧，其实上次嗰种言论咧，就其实令到大陆封杀佢咧，就其实后来嗰个记者系道咗歉嘅，原来系摆咗个乌龙啊，好多人都唔知噶，因为佢讲咗一句，佢讲完一大堆类似系对中国大陆负面嘅嘢之后咧，跟住最后讲咗句，佢话 America is now my country。咁樣樣啊，咁其實咧，佢講嗰時咧係 America is not my country 啊，係嗰個記者譯錯咗個 not 做個 now 字，佢後屘就走出嚟道歉噶，亦都有個聲明道歉噶。咁其實佢調翻轉，
佢係講話美國永遠唔係佢嘅國家，唔係美國而家係佢嘅國家嚇。睇翻佢而家嘅記錄咧，直至到今時今日呢一刻咧，趙廷仍然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嚟㗎，佢冇入到美國籍㗎。啊、李英佢由2000年已經嚟咗美國啦，已經嚟咗美國21年啦，嚇、啊，即係佢嚟嗰陣時好後生啫，而家都係39歲啫，嚇、啊，嚟嗰陣十幾歲，嚇、啊，讀中學嘅啫。李英月嚟講，如果佢想做美國公民，佢已經做咗噶啦，嚇、啊，咁啊，所以上次嗰單嘢就對好似對佢有少少唔公平嘅，其實就係個記者同埋嗰本雜誌擺咗烏龍，執錯咗字，嚇、啊、咁樣嘅。好啦，咁啊。我想讲嘅就都讲咗一大橛吓，咁、啊、我想交个咪俾你，其实系吓、啊、你嗱、啊，你寻日就睇咗《永恒族》嘅IMAX 版啦，系咪啊？咁你讲下，你讲下你寻日睇其实现场嘅人嘅反应啦。嗱、啊，我哋睇嘅时候咧，好奇怪就系、是、我睇完上戏咧，都好多人拍手掌嘅，即系《永恒族》就的确我系坐满噶，系坐满噶，系第一项唔。是第一行同埋嗰個傷殘輪椅位冇坐滿之外咧，全間戲院都坐滿，但冇人拍手掌喎。你嗰邊嘅情況係點啊？因為嗰個禮拜日晚啦，咁啊，我睇7:30場嘅，咁啊，你唔好 expect 太多人嗰一家大細嗰陣時去睇戲啦，因為都第二日星期一要翻工嘅。但係嗰場戲咧都有70%滿嘅，嗰晚啊，但我散場之後咧，仲有人喺入緊去睇戲嘅，即係話。嗰日禮拜日晚，但係佢下一場都仲有人去睇緊嘅，繼續。嗯。啲人就冇乜點拍手掌，即係都有冇特別咯，即係覺得嗯 OK， 即係個反應係有趣嘅，但係成個氣氛感覺係你會覺得佢悶嘅。嗱，呢個係我嘅感覺啦，同埋有啲人會有少少我盲睇下側邊啲人咧，其實佢哋有少少都拗頭嘅。啲鬼佬都會睇落有少少助政治啲，唔覺得佢好 exciting， 唔覺得好緊張刺激嘅嚇。因為你而家睇咗成套片咧，三分之二都係講緊嘢嘅，三分之一先係抽嘅啫，都係係啦。嗱，有冇悶到一個程度？嗱，我通常你話套戲悶咧，我會定義為悶嘅程度去到好多人出出撳轉去廁所。冇嘅。我指個門咧，因為我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尋日睇咗史賓沙，即係戴安娜嘅傳記咧，呢套嘢真係悶到好多人走咗去廁所。我佢個悶咧，唔係講成套戲悶，係講嗰個總嗰成個片種嗰個氣氛係悶嘅，唔係刺激緊張嗰個嘅嗰種悶，即係你感覺上你係會睇，因為佢 deliver 咗好多 message 出嚟嘅。因為睇真呢套戲啦，我諗。你100個人裏面你著咗有70%嘅人都一定係知道呢套漫畫嘅背景嘅，咁所以對嗰啲人嚟講，可能就算佢有改編過或者改過，你覺得係啊？你覺得係嘅，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唔知嘅喎。因為 Eternal 呢個永恆族其實喺 Marvel 嘅線入邊咧係好出名嘅，佢同 Avenger 基本上係一樣同等犀利嘅。即係你講啦 ，Avenger 嘅世同 Eternal 嘅世界，但係用世界嚟講啊，佢兩個叮噹碼頭嘅。牽涉嘅嘢係好多，而Eternal 佢永恆族牽涉嘅嘢係更多嘅，有佢本身個漫畫嘅背景都有牽涉到一種神嘅呢種嘢，同埋主宰嘅嘢一種手段嘅，同 Avenger 就比較多係講外星人侵襲啊 ，superhero 點樣去打嗰、那個就娛樂性同埋打交性豐富嘅 ，Eternal 係有一種思考性同埋學你話齋，佢係有一種深層嘅意思喺入邊嘅。咁啊，當然啦，我唔會呢度就唔會再講永恆族呢個嘢啦，因為實在好長篇，如果要講就4個鐘都講唔完噶啦，淨係齋講。咁啊，但係呢個佢本身呢一個系列入邊咧，佢係好出名嘅。嗱，但係以漫畫嚟講，永恆族係咪悶過？係咪漫畫裏邊都係悶過 Avenger？ 其實兩個唔同品種成個 Eternal 係屬於成個地球以外嘅世界嚟嘅，一個以外嘅世界係啦，以外你冇辦法想像嘅嘢嚟嘅。同埋講緊佢，就算佢回歸睇住呢個地球啦，佢曾經發生過4次唔同嘅一個變動嘅呢、這個咁呢個變動係我諗大家睇漫畫會知噶啦。呢、這個變動係講嘅，即係有講遷滅啊，有取替啊，好多樣嘢嘅發生過，即係好似世界大戰咁樣嘅，佢哋 Eternal 嘅打交啊咁呢樣嘢。咁但係就入邊有好多問題啊，或者你會見到嘅嘢都唔同。Thor 咧，即係入邊你會睇到啦。
科女神啊，女神其實佢係永恆續走出嚟嘅。你從今次喺呢一個永恆續入邊咧，你可以帶出到其實佢科奧丁其實基本就係永恆續其中一族嚟嘅，一個、哦、一個出嚟嘅品種嚟嘅嗰個嘢。咁成我哋當我哋人類成望住佢一個奧林匹克一個神咁樣，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嗰個另一個以外一個造物者一個主宰喺月亮坦裏邊創造出嚟其中一個族系出嚟嘅。所以點解入邊有講 Thanos 嗰、那個即係、就是、你知講 Thanos 係邊個啦？即係世界攤個手指嗰個紫色嗰個牟利啦，佢係嗰、那個異獸族同埋永恆族嘅合體嚟嘅，一個變異種嚟嘅，所以點解會紫色就係咁解啦。嗯，所以而家咁好抽啊，咁巴閉喺太空上面，佢哋完全可以唔可以咁可以呼吸啊？唔普通嘅，佢哋係啦。咁所以佢哋就係有呢種咁嘅特性喺度。但係就成套片咧，因為你要佢去做呢套片啦，你又會發覺阿趙婷係叫趙婷係嘛？咁佢想拍呢套片啦。其實佢其實如果你以 Marvel 過往嘅一個風格嚟拍咧，其實咁樣拍咧，佢係調轉咗嚟拍嘅。嚇點解咧？因為 Marvel 你睇啦 ，Avenger 一出之前，佢一定要將嗰個 main character 佢嘅系列做咗出嚟先嘅。Iron Man 先啦 ，Iron Man 啊 ，Captain America 啦，啊，跟住就Thor 啦，跟住有 Hulk 啦，即係呢幾個主要嗰幾件嘢啦，咁就先會有呢個Avenger 出嚟，即係佢將所有各個人物就做好曬，就然後喺 Avenger 出現。但佢今次你見佢嗰十個人喺入邊啦，其實你話佢係咪如果佢真係要介紹曬十個人背景，其實兩個半鐘頭係唔得嘅。你可以話佢野心好大，但係亦都可以話佢根本佢志在唔係嗰十個人。你話即係佢今次係志在想帶出呢個世界大同。其中一樣嘢，你見佢入邊坐有唔同嘅膚色啊、人種啊，就算有個係啞嘅。即係有傷殘人士啦，係啦、啊，又有同性戀人士啦，又有黑人啊，印度人啦，印度仔啦，印度人都有啦，咁樣係啦，有墨西哥人啦，墨西哥人啦，有墨西哥人，好似係啦 ，Selma Hayek 已經係墨西哥人啦，係啦，咁你見到佢入邊，即係話佢想表達一樣嘢係，佢所有呢個所謂行動裏面，佢包含咗唔同所有不分各界種族嘅。佢就表達出嚟，這個世界是可以大同的。咁當然問題就係話，你要睇出佢呢個背景咧，其實喺短短呢兩個半鐘頭咧係睇唔到嘅，係好難睇。但係佢有 deliver 呢個好隱、好微小嘅 message 出嚟。但係佢永恆族其實佢係想帶出一個信息，就係話想問想俾永恆族係反思，就係佢哋係乜嘢？佢哋係乜嘢？佢哋生活咗由7000年到而家，究竟佢哋係乜嘢？究竟佢哋屋企最后个终点系乜嘢？嗱，佢入边里边，佢变咗佢就主要系讲紧想要毁灭呢个地球，定系保护呢个地球？分咗系啦系啦，佢系有佢就系因为呢样嘢嘛。但系其实两即系佢冇点讲咧，冇呢个 model answer 嘅，冇呢个 model answer。但系两边都两边个理论都啱嘅。但系问题就系一个咁嘅理论，就代表咗佢哋十个人究竟。他们究竟可以做什么，他们是哪一个，他们究竟何时可以回归他原本的家，究竟他的家在哪里，这个就是耀廷他会讲的东西，就是奥林匹克不存在啊，但是他们以为存在的嘛，他们一直以为存在的嘛，直到他们那个 女主角去到见到那个主宰物才告诉那件事是这样的嘛，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的嘛，即反思到他另一件事，就是究竟我们人生究竟追求啲乜嘢？我哋嘅终极目标喺边度？究竟屋企存唔存在咧？其实佢系朱玲，佢好聪明，佢将呢个 eternal 呢个本身一个大嘅大智慧嘅大精神大问题放咗落嚟，然后俾你去睇反思出嚟。佢好出名，你都知道佢好出名去拍呢啲咁嘅片噶啦嘛。咁问题就系、是、佢拍呢个片啱佢就系因为咧，我觉得Marvel 唔系幸运地或者随意抽中佢。是因为 Eternal 本身的背景，这个漫画它是很多问题要反思的，它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漫画来的，你要看或者你问 Mike 的话，其实它很多问题发生，所以正正好就被它带出了这个问题， Who we are， 它们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要在七千年这么久，究竟它怎样，为什么你要毁灭了它，它们有感情的嘛，那变相了你会见到那个情绪就出来了，那个人的 debate 啊，这样就会不论你是神定人都好，你都会有个 debate 就出来，咁呢個就係佢哋，佢今次要帶出呢個問題，呢個世界究竟應該係
你会趋向毁灭啦，定系趋向你继续去保护？佢入边都会讲紧，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佢其实佢系想保护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基本上就算点都好，都值得我哋去保护嘅。呢个系佢最大成个 Eternal 带出嚟个佢表达其中一个思想，系譬如话表一个最主要其中一个嘅要点嚟嘅。咁啊，所以佢拍呢个片就好啱啊。当然，如果睇开 Marvel 嗰度，会觉得哇好鬼闷，因为打嘅唔多，讲嘅嘢多，回忆嘅亦都好多。咁当然个场面亦都做得好好，系咪？你学你话斋，你都知啦，佢好少用绿色幕啊，或者用好多因为佢中意实景噶嘛，吓佢系中意拍实景嘅人。你唔同 Avenger， 咁佢全部都系假景嚟噶嘛，全部都唔系实景嚟噶啦嘛，系咪？即系你 Avenger， 你嗰班人根本就喺个 studio 入边，喺个影城里边拍晒嘅啫嘛，系啦。咁佢有外景噶嘛？咁佢正好就首尾呼应咗一件事，就系 Eternal 嚟嗰阵时，呢个世界系乜都冇嘅，嗯，系住一个大地嚟嘅啫嘛，得海同地啫嘛，同埋一啲渺小嘅人类。咁佢要去阻止件事，正好就喺翻一个大地，就一个大海里边去解决呢件事。佢系首尾呼应嘅，吓佢点样嚟，佢就喺呢个地方度解决。佢唔会喺大城市度解决。你见 Avenger 打亲家就喺啲 New York City 啊，唔知边个地方打到啲人流离失所啊，地下都烂晒咁样。跑嚟跑去啊，地铁又冲咗上嚟啊，又要点样啊，又要爆炸啊，成个 New York City 就冇晒咁样。佢唔系喺边度嚟，佢喺边度回归翻去，喺嗰度去解决翻件事。呢、这個正好就去帶去到個首尾呼應，將整個電影入面等大家唔會覺得係咪一定要喺個大城市度打咧？唔需要嘅，喺個大自然裏面，呢、这個 nature， 呢個 nature 入邊佢度表現翻出嚟都做到嘅嚇。咁、其實亦都慳咗好多，因為變咗佢 CG 嗰個成本就少咗啦。雖然佢呢套嘢拍咗2亿啊，但如果佢好似 Avenger 咁拍就肯定唔止噶啦。諗下你要拍成個大城市，佢唔知邊個 city 當佢倫敦，你都幾麻煩啦。都拍完呢套嘢都。成本都好高，咁所以佢呢样嘢佢都系佢嘅野心，同埋佢拍出嚟嗰、那个片种，你都睇到佢系有呢、這个佢嘅特色喺度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 compare 翻李安啦，你记得当时李安都会拍翻呢个绿巨人啊，嗰、那个变形侠。李安拍变形侠，嗱佢就攞卧虎藏龙攞咗呢个奥斯卡导演啦，最佳导演啦，跟住先至揾佢2023年拍呢、這个，即系等于你卧虎藏龙1999年已经拍咗噶咯，系咪？咁啊，2000年上画噶嘛，咁样即系话由2000年至到2003年，三年佢用三年嚟拍呢套变形合衣，嗱，结果就画咗铁路，系啦，画铁路其实错，其实唔可以归咎于李安嘅，因为当时 Marvel 嘅。構造啦，嗰陣時係未得㗎，未係 Marvel 啊，未係 Marvel 嚟㗎嘛，佢只係有個版權啫嘛，嗰、那個電影公司想拍呢個綠巨人啫嘛，仲未係有而家個所謂嘅 Marvel Studio， 未有一個好大嘅宏觀同埋嗰個系列個世界觀點樣。你睇到 Eternal 佢想拍嘅嘢同原本嘅第一代嘅 Avenger 係調轉嘅，佢其實佢入邊最主要咧，最緊要就係佢最尾嗰個彩蛋嗰兩幕，佢阿 Thanos 個細佬出現。同埋個 black light 出現，因為喺 Marvel 入面呢兩個人咧係好重角色嘅，即係話 Marvel 會喺呢個 Eternal 會再伸展其他故事出嚟，佢嘅手法就會咁樣放出嚟。但係當時拍李安拍到係一個電影公司想拍個變形合衣，變相咗其實係兩個比較嚟講，李安係蝕張好多，因為當時呢個李安拍呢個片係因為為拍而拍。可唔可以咁講？李安嗰陣時就係、那個責任就係拍一個人物出嚟。冇错，但系而家 Eternal 就系拍一个 universe 出嚟，即系拍一个吓 Eternal 佢拍一个精神同拍一个问题出嚟，系啱啱系照系啱啱就系呢个导演佢纯熟嘅嘢，只不过佢就我哋就佢用 Marvel 佢个方法用 Marvel 包装去带出呢个问题出嚟，咁啲人去睇佢，咁 Eternal 的而且确我头先都讲过，佢喺漫画里边佢牵涉嘅问题，譬如神同精神、人类问题系好多嘅。是好多多到你冇辦法可以想象，亦都好亂嘅。咁所以正好就啱啱佢可以抽到其中一兩點出嚟，去延伸佢想要表達嘅嘢。但係問題六個人 Hulk 咧就麻煩啦。呢個 character 咧喺 Avenger 入邊咧，佢只係一個打交怪獸嚟嘅啫，打交機器嚟嘅啫。但係李安係當年拍到佢好多內心戲喎。所以呢個就對住塊鏡都成分鐘喎。所以呢個就係問題。你睇 Marvel， 你熟 Marvel 嘅人或者睇佢，你睇六個人，你會睇佢內心戲，你睇佢變色嘅啫嘛，定係想睇佢？睇佢抹爛件衫，我諗咧兩套戲都係視乎嗰個觀眾入場嘅心態。
如果我是食肉兽嚟嘅，我谂住入到去咧就砰砰砰咁样样嘅咧，啊咁样爆谷气咁样样嘅啦。咁两套都唔啱啊。但系你但系问题就系 Eternal 嗰个情况同当时李安系有啲唔一样嘅，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啦。而家呢个系 Marvel Studio， 但系李安拍嘅时系冇 Marvel Studio 噶嘛。但系你嘅同埋嗰个你可唔可以咁讲嗰个变形合衣咧？嗰、那個本身嗰個角色係比較單薄，因為佢本身呢個喺 Avenger 同埋喺雖然佢喺 Marvel 入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character 啦，但係佢基本上咧呢只嘢啊，喺黐線嘅情況係居多嘅，即係佢變咗身之後咧，佢基本上係發狂打交嘅，係佢破壞力好強嘅，所以 Avenger 咧收咗佢嚟做嘅時咧，通常咧出邊有啲強悍啲人咧都拱佢出去打交噶啦，係啦，即係打手嚟嘅，金牌打手嚟，基本上係強力嘅金牌打手嚟嘅。因为佢发神经变咗身之后咧，就系冇人可以阻到佢嘅。而好多个动画都有画过 Hulk 去对，譬如 Wolverine 啊或者 Thor 咧，都系唔够佢打嘅。曾经有咁讲过 ，Avenger 其实最强唔系 Thor， 系 Hulk， 因为佢喺冇痛冇知觉发神经之下，佢嘅威力系最大嘅。啊，有曾经咁排列过，所以基本上佢系 Marvel 最强嘅一个你用 superhero 啦，佢最好打嘅。其实佢冇人性化，因为旧，因为佢冇人性化，佢先容易打。但系李安，你点样拍佢咧？佢除咗喺唔变身之外，系喺个人呢个，其实佢长期处于一个癫佬状态或者一个疯狂状态，你系唔可能用人性化去拍佢噶嘛？你只可以喺佢短暂未变身、未紧张之前，而先可以画噶嘛。但系所以呢个就系问题啦。入去睇嗰时候，你睇哭，你唔想睇 Doctor Banner。有几深层嗰个认知呢个世界，就知道啊打交啦，你仲快啲变身，我就系说你会唔会睇 Tony Stark 成日着住个黑眼镜同佢倾偈，睇住阿Bill啦，仲唔变身，过咗九个字啦，变啦仲变大啫，你唔会睇 Tony Stark 成日着住件 suit 着住戴个遮同你倾偈嘅，你喂你套 suit 着未啊你，我净系睇你变 Iron Man 啫嘛，我唔系想见你胡须靓仔去玩波嘅，我唔睇到睇 Playboy 都得啦。即係嗰個要求同埋你嘅 expectation 唔一樣嘛，你冇可能你要求 Hulk 同你有內心交流噶嘛，所以變咗你啱拍呢套片咧，其實係唔啱嘅。其實佢接咗落嚟咧，亦都佢想嘗試有個咁嘅野心咧，亦都捉錯用神，因為呢個 character 本身咧，佢你要對佢認知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心嘅，就係因為佢真係一隻怪獸嚟，你咁樣拍落去咧，其實唔止佢咧，其實下一輯另一個導演拍都唔得噶。佢拍咗兩套Edward Norton 嗰套，嗰個都唔得噶。啊，嗰度好啲，嗰度節奏快少少。因為但係都係唔得嘅，套戲都係唔收得。點解佢去到 Avenger 會有咧？因為呢個角色俾咗其他角色襯托咗佢出嚟，咁所以啲人睇落去咧就好似得。但問題你當佢獨立嗰陣時咧，你要一個傻佬睇一個傻佬做九十分鐘戲咧，係好麻煩嘅。一個瘋狂嘅一個。咁我調翻轉問你啦，你又好強調嗰陣時李安嗰、那個。年份咧就未有 MCU 啊，系嘛？咁假如今時今日有 MCU 啦，嗱，黑寡婦都可以 spin off 到出嚟，你話變形合衣今時今日自己獨立一套戲掂唔掂？如果係 Marvel 出，自己出翻 Marvel 出，佢係會點？因為佢一定係有一個元素喺度，點解要做？定係換翻其他 superhero 去襯托佢？一定要嘅，因為要、黑寡婦其實本身佢都係攞咗個，其實你本身點解會對黑寡婦嗰、那個故事有兴趣咧，因为佢个故事发生喺 Endgame 之前，同埋Civil War 之后嘅，系可以变咗你大家有睇过任何一出戏，你都唔会陌生 Black Widow 做紧啲乜嘢嘅，你仲会觉得有趣。究竟佢呢个时间佢发生过啲咩事？嗱，所以其实已经系铺排咗嘅。所以而家 Marvel Studio 已经拍紧女嘅变形合衣噶啦，系啊。将佢呢个角色再准备再转化噶啦，已经到女变形合衣啊，女变形合衣系女噶、有舒哭噶，有呢个嘢噶，系女嘅。佢话喺漫画里边，佢就系Doctor Banner 个表哥表姐弟嚟嘅，佢取次重生 ，Doctor Banner 输血俾佢，咁就连带嗰啲嘢都俾埋佢。咁但系问题咧，舒哭咧可以控制自己变身，佢有自己思想，但系 Doctor Banner 就系冇嘅，系呢个系唯一嘅分别嚟嘅，呢个就系、是。咁、所以变咗当时李安咧，但你见下李安拍翻一啲冇包袱嘅，譬如 Marvel 呢啲咁嘅原本先入为主嘅戏咧，其实佢拍其他戏其实拍得好噶。你譬如嗰、IT 流浪啊嗰、嘢，其实佢自己拍，佢都有佢自己嗰套，同埋佢谂佢拍出嚟系好睇噶。甚至而家双子杀手
Will Smith 嗰套其實佢拍得好，只不過嗰個戲院嗰個製作唔夠多，嗰拍得差啫嘛。但係佢拍得尚算唔錯噶。但係你要佢拍呢啲咁商業片，用佢哋去拍咧係難嘅，你要兼顧到漫畫嗰個人去睇嗰個情緒，又要兼顧到你唔可以太離題，係辛苦嘅。你獨立打呢只咁嘅癲佬怪獸咧係難，但係只不過就係咁啱 Eternal 嗰個系列入邊好多問題精神啱啊，趙婷去拍呢樣嘢，所以佢拍到出嚟。嗱，頭先講過啦，你都提過趙婷咧，其實喺 Eternal 裏邊，佢係趁呢套戲裏邊講咗好多呢世界觀出嚟噶嘛，係亦都係佢自己，我相信亦都係呢位導演佢自己個心想 deliver 到一個咩 message， 即係等於話作為一個觀眾睇完呢套戲。吓，唔系话一睇完就唔记得咗啊，就会 get 到个咩信息啊？吓，会有啲所谓我哋成日好老土咁讲，睇完套戏用咗两个几钟头，翻屋企会心嚟谂，会有啲咩得着咧？系嘛？咁即系你睇到赵婷其他戏都系，浪迹天地都系，吓，你睇到李安其他戏都系，系、你睇完喜宴，睇完推手，你会知道有咩得着，系嘛？你睇完，就算睇完段背山我都會 get 到佢個 point 有咩得著。嗱，變形合衣你有冇諗到？其實李安想 deliver 到呢一個乜嘢？其實我睇唔到，其實我睇唔到佢 deliver 啲乜嘢。因為佢本嗱、我唔係話批評佢拍得好點樣，因為套戲本身喺嗰、那個佢拍呢、這個Doctor Manor 佢變真同埋佢發生嘅過程裏邊咧，佢用太多篇幅去描述嗰個男主角啊。佢唔想咁樣，又想咁樣，但問題係你 deliver 唔到 Hook 嗰個世界觀啊。Hook 其實本身係佢自己嘅視野嘅世界觀，唔係 Doctor Banner， 係 Hook。其實你要記住 ，Hook 同 Doctor Banner 係兩樣嘢嚟嘅。係一個咩嘅世界觀？佢係一個瘋狂同埋佢係一個主張暴力和平嘅一個世界觀嚟嘅。啊，點樣暴力和平？你要知道 Hook 發生嘅背景咧係第四世界大戰嚟嘅。佢本身佢係打坦克嘅。如果你有睇翻佢好早好早期嘅動畫電視動畫咧，你見到佢係會踩爛個啊嗰、那個劇集麗的電視亞視嗰啲，唔係嗰套，係唔係卡通漫畫？卡通嘅電視。OK， 佢你見佢出嚟嘅元素係踩爛嗰、那個唔係我哋以前真人嗰個叫做亞視譯咗做綠色魔法。叫綠色巨無霸噶嘛？以前仲再早啲一個卡通嘅 series 嚟嘅，佢變咗四個角色，有 Thor， 有 Iron Man， 有 Hulk 同埋一個唔知咩角色啦。你見到 Hulk 佢零零四四咧，佢 Captain America 係美國主義啦，佢係反戰主義嘅。佢係踩爛個坦克，整爛啲嘢，而唔中意打仗嘅，即係以暴制暴啊！制暴，佢就以暴制暴，係啦，係啦，呢個係 Hulk。放出嚟嘅世界观嚟嘅，系啦，呢个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你讲紧嗰套嘢，你讲紧我谂四十几年前噶啦，你 YouTube 会揾到嗰套嘢嘅片头咧，你会见到 Hook 嗰个片头系佢变咗身之后啦，好嬲啦，佢就去踩烂嗰、那个嗰啲兵团嗰啲坦克，去整烂嗰啲嘢嘅，即系话佢系反战嘅。嗰时你记得六零年代美国都有啲战争啊，越战啊，咪有好多反战嘅 campaign 添，啲示威啊，所以 Hook。其實你見到佢係要反戰嘅，佢係唔要反戰，但係佢點樣反戰？佢冇辦法先，佢就好嬲，佢就要去以暴，用佢能力去以暴去制暴咁樣啦。呢個係佢嘅世界觀嚟嘅，就同 Doctor Banner 係唔一樣嘅。Doctor Banner 係冇身就控制唔到，佢變咗身之後佢控制唔到嘛。即係佢變咗佢就算幾多人性都好，佢係變咗另一樣嘢嚟嘅。所以李安係拍，就係佢如果想要表達人性咧，佢表達錯咗，佢係唔應該表達嗰、那個。男主角未变身之前嘅心路历程系咪？应该讲用嘅嗰个系啦，因为我哋嗰阵时我记得我喺戏院睇，我都瞓着咗两次吓，所以你睇得我都系咁啊，仲未变身，好闷啊！所以点解你睇到觉得好似三不像，睇得唔到喉，但系好似知道系咁嘅嘢，系因为嗰个 focus 错咗啊！佢 focus 错咗，佢应该 focus 翻落 Hook 嗰个身上，佢应该点样去为这个世界做出一件事，虽然他疯狂，但他疯狂得是有理的。即是他的 message 是应该反战的。是啊，他是反战的。他是啊、所以变成了你看下去我是觉得有一件事，因为你不应该是看那个未变身前的 Doctor Banner， 是应该是要主力是那个 Hook， 他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 Banner， 李安就没办法做到了，他只是做到真人那个虚假那个傻的痴线那个他做不到，因为这个很难做。不要说我觉得今天
好多導演都未必做得到。因為如果你咁拍落心裏就真係冇，但係如果純粹拍佢變成之後去打 Wolverine 啊打怪獸咧，咁就 OK 啦，就冇問題啦。因為你要有一班人襯托啦，如果係咁就係啦。咁佢去打交一定係好睇嘅，因為佢純粹暴力啊嘛，你暴力打交同埋場面破壞力強。如果你一個娛樂性豐富咧，哭嘅娛樂性豐富係最強嘅。嗯，哭即係變成呢個娛樂性豐富，打到你瞓低，佢又你打佢唔低，佢同你抽過，即係你嗰種精神，你嗰種刺激啊！是很正，所以变成你应该拍到三不像就是这样了。Oh. 所以说他失败就是不是因为他拍得不好，是他捉错用神。Okay. 捉错用神，他拿不到那个真正的神髓在那里。嗱，咁相對於呢兩位過江龍啦，趙婷就北京過嚟啦，即係好細個過嚟啦，都唔細，十幾歲啦，十幾歲啦嚇。咁李安就比較遲啲啦嚇，咁其實嚟講，即係如果站得住腳，你覺得其實都係趙婷預駕到呢啲二億以上嘅大筆值製作喎，係嘛咁樣樣。嗱，報一報先，呢個《永恆族》第一個禮拜美國係收71。七千一百万，不过不失啦，不过不失。不失啦，喺而家呢个周围嘅环境之下，呢、个票房我觉得系 OK 嘅，即系唔系讲疫情之前啦，咁啊，疫情之前嘅话，咁其实就会觉得佢已经系死紧噶啦，就因为上戏第一个周末就收7500万，差唔多啦，其实就系、是、差唔多啦，个预期之内，咁样样嘅。同埋呢套戏当然啦，老实一句，你唔明嘅嘢会好多嘅。因为好多人的角色交代得唔都冇咁 detail， 即系我可以话系，其实赵婷系唔系志在嗰几样嘢嘅，因为你两个半钟头唔能够十个角色都交匀晒，咁佢其实佢着量有个点啊，俾你睇，其实导演 OK， 咁我相信佢哋系 Marvel 有野心，将嗰啲角色可能日后会逐啲再发挥出嚟啦，咁样，咁啊，好似你个，我觉得佢。拍到个精神主要嗰个问题喺边度？佢拍到嘅，拍得好嘅。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讲娱乐性咧，即系我作为一个漫画迷，我想 expect 佢动作片啊，或者个刺激感多咧，就唔到啦，就真系唔到啦，系、啦。可能你会觉得好就系因为佢俾到你有一个反思，但系对我嚟讲入去就系我系想兴奋。我觉得好系因为我睇咗赵婷先前嘅作品，我大概套大概知道佢嗰条路系点行。所以呢套嘢係好奇怪，我點解今日攞出嚟講咧？我點解上次上戲我唔會咁講？就係因為呢套戲嗰、那個即係嗰個影評，甚至係嗰啲人嘅 feedback 咧，好兩極化，中意嘅好中意，憎嘅好憎，係嘛？咁同埋咧，佢呢套戲裏邊咧，佢我先想講咩咧？佢係啦，好憎之餘咧，好多人咧。喺網即係嗰啲網民啊，佢都講咧，佢話呢套其實好多嘢，好似好多段關係咁樣樣。嚇係啊，嚇即係佢十個裏邊其實好似係幾 pair 人咁樣樣喺裏邊，但係佢又冇詳細咁解釋到點解嗰個關係係咁樣啊？舉個例啊 ，Donnie 同埋 Angelina， 即係點解會守護住佢 ？Angelina 好似一個即係好似一個 bipolar， 好似一個兩極化嘅人啦，一時一樣咁樣啦，一時中一時間咁樣，即係佢自己都好似患咗啲精神病咁樣，唔知自己即係自己又未食藥咁樣，係啦。咁點解 Donnie 會咁嚇、會咁不離不棄咧？咁啊冇解釋到嘅。咁其實好多嘢，即係譬如幾 pair 人裏邊好多嘢都冇講得深入嘅嚇、啊。你又點睇啲網民咁嘅反應？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嘢，因為定係漫畫都係講得咁唔深入嘅咧。其實如果你話漫畫就一應該一早就已經可能，但我冇睇過漫畫，我就覺得漫畫已經將個關係交代好㗎啦。可能就因為你點畫，你畫佢一年都畫曬㗎啦，你都冇可能話唔完啦，係咪先？你要解釋佢，因為就係趙婷佢要帶出嚟嘅 message 唔係佢哋入邊之間嘅關係啊嘛。我正如之前講咗，係究竟佢哋究竟係 who they are, who we are, and what we come up at the end， 我哋幾時可以翻到屋企？呢個係佢哋最主要 deliver 呢個 message 同埋。地球應該受保護同應該定係摧毀，咁呢個先係佢哋要掙扎呢個問題，咁所以變咗唔係喺嗰個關係度咯。但係佢冇嗰度，亦都係時間冇可能夠，因為你諗下，以 Marvel 嗰個過往嘅做法就係一定會先將佢唔同嘅人拍咗啲幾套唔同嘅電影講完曬，然後先入去呢個 Eternal 嗰度嘅。如果正常嚟講啊，當佢 Avenger 咁睇啦嚇，今次可能調翻轉，遲啲可能 spin off 翻
唔同嘅角色有自己外傳喎。所以我反而覺得今次 Marvel Studio 嘅野心係仲大過之前嘅，佢仲大過以前，因為 Eternal 係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嚟嘅，佢咁樣由一個小去引發一個大同唔同嘅支線咧，佢係啱嘅，因為你好似佢一個引發點，你從呢個點去引發出唔同嘅 character 出嚟，亦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同之前嘅手法唔一樣。系啦，其實佢之前佢嚟探索形式啫嘛，其實佢當日嘅 Avenger 亦都冇遇到今日會咁犀利噶嘛 ，Iron Man 咁樣，你諗下當大 Johnny 佢都係當時幾廿萬啫嘛，拍嗰個第一集嗰個 Iron Man， 點會到今日嚇佢個片就去到1000万定2000万啦？總之就係因為呢套 Iron Man 佢2000几万啊，升價暴升，成個 Marvel 可以買Disney 買起佢定係邊個買起咗佢哋成？係 Disney 啊，係啊，係咯，你諗下。幾大啊！成個嘢，佢亦都可能當初亦都冇諗到咁犀利。咁而家個野心嗰時係細，因為佢好多個版權都未攞得翻嚟嘛。好似蜘蛛俠咁樣，而家版權都仲係唔清楚嘅，仲係都 Sony 係啦，仲喺 Sony 度噶嘛。佢而家佢連 Deadpool 攞翻嚟有錢啊嘛，攞翻 Deadpool 翻嚟咯，係啦。哦，佢攞 Deadpool 原因因為迪士尼買埋 Fox 啊嘛，咁咪攞埋 Deadpool。咁攞埋 X-Men 都啦，因為你買埋 Fox 啊嘛。係啦，咁變咗又搞掂啦，又可以。咁佢咪成到係啊好開心啦咁樣，咁變咗佢而家同當時嚟講就係因為佢有野心啦，變咗我覺得佢喺 Eternal 呢度面咧，佢有一個特別嘅野心，呢個係你呢個野心係幾大嘅，同埋佢後面你我頭先講過啦，佢個彩蛋後面嗰兩個角色咧都係好重要嘅，同埋好受歡迎嘅兩個角色 Blade 入邊Blade 我講 Blade 就係嗰、那個Dark Knight 嗰個人咧，咪攞住著想攞把劍，有個人問佢咩先生你準備好未？嗰、那個人係 The Blade 就一個半人半吸血鬼嚟嘅，之前有拍過的了，以前拍過電影，拍過幾集的了，都拍得不錯的，不過就沒有打正旗號說什 什麼年代的戲啊？拍過的我想是九幾年的了，是個黑鬼用的、我不記得個名字叫什麼名字了，他是一個半人哦 Blade 就是那個Wesley Snipes 是啊 Wesley Snipes 他拍過三輯就是這套東西，他就是這個角色當時他最紅就是這套東西，坐在監的那個演員現在冇讲佢啦，但你知唔知点解坐监？你知唔知点解坐监啊？佢唔知喎，逃税啊！佢就拍戏赚好多钱，但系冇交税啊！佢嗰时拍得好红嘅呢套嘢，吓系啊，好红噶，好红好红，系啊，好红！我都睇晒佢嗰套嘢，同埋好生命咯，一个吸血鬼人嘅一个 combine、嗯。当时我冇睇 Marvel， 我唔知道咁嘅角色。后期我先做完咗一个 Marvel 入边一个角色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唔知系 Marvel 嘅角色嚟嘅喎。我唔知噶，起初我唔知道，我都冇，真冇太留意，覺得幾特別啦。一個半人半吸血鬼，佢又唔會去殺人，但係佢救人嘅，佢哋去殺嗰啲吸血鬼咁樣，所以你咪覺得好睇咯，好過癮咯。我又問下你啦，你知唔知 Blade 呢個系列即係都打得好緊要啦，係咪先？嗰三集 Trinity 呢三集，邊個係武術指導？你呢個我唔知喎，冇揾陳小棟啊。甄子丹啊！哦，甄子丹啊！甄子丹嗰阵时系喺香港都冇晒市场噶啦，吓佢就走咗嚟，走翻嚟美国啦，因为佢本身美国人啊嘛，佢走翻嚟美国啦，咁佢就由武术指导做起，佢就系做 Blaze 先嘅，然后 Blaze 里边咧有几个反派咧揸住个电单车咧，其中一个甄子丹，佢里边客串嘅，你已经唔记得咗添啦，佢就喺荷里活做武术指导先，就未做演员嗰阵时，佢系从低即系从武术指导做起嘅，吓。吓、啊，就是、题外话啦吓，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咁你变相咗你而家睇到佢嘅野心就系佢仲会有好多人物想发放出嚟嘅，同关于呢个永恒族咧系有关嘅。你可以见到佢个关系已经出紧嚟噶啦，关系网已经出紧嚟噶啦。系啊，佢随时佢几套嘢都不停咁样走噶啦。问题佢用几多年咧，我就唔知啦。立不立 Bray 嗰个中文名叫幽灵刺客喎、好似係我哋，因為幽靈刺客，我喺美國，我唔知中文叫咩名，係啦，我點知道？因為而家有拍劇集噶嘛 ，Play 有劇集噶嘛，嚇係咩？我唔知喎。係啊，有啊，有啊，係啊。哦，咁啊要睇下啦，因為呢啲嘢係極度需要睇，因為你要知道佢發生咩，因為係同佢哋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所有嘅人發生啲嘢同永恆族佢發生出嚟，因為佢闖咗出嚟話當時做物者去做呢樣嘢時。譬如轉奧丁啊，甚至所有鬼怪咧，都係由佢創造出嚟。你諗下，入邊永恆仲咪有隻異獸族嘅？其實佢有異獸族啦 ，Devian 啦嚇。其實基本上吸血鬼其實都係嗰啲嘢走翻出嚟嘅咋。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係同永恆族係有莫大嘅關係嘅。嗱，你永恆族有十隻嘅，你異獸族有十隻喎，但係又冇講到嗰十隻嘅 character 嚇。我相信佢繼續嚟㗎啦，我亦都未見到啦。最尾嗰時，嗰三個人俾個做物者捉翻走咗嘅話，佢搞唔掂啊嘛。
佢咁跟住另外嗰個所有飛船嗰三個要去救佢啦嘛，要係咪？嗰三個坐飛船走嘛，阿 Fan 係坐飛船走，係啊係啊，我就睇到一著草啊咁樣樣。佢哋有佢哋自己旅程啊嘛，咁 Fan 嚟 Fan 嚟曬到嚟，咦？哇！你個朋友有問題啦，我哋要救佢啦咁樣。咁即係你見到，即係肯定係大件事嚟㗎啦。嗰啲嘢係後期嗰啲戰爭係大件事嚟㗎啦，已經係。咁你見到你變咗嗰兩個角色係好重要嘅，係好緊要、好大嘅，係啊。呢個可以係 Marvel 入邊好刺激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反而而家睇完之後咧，引咗好多人就會諗緊下一套究竟 Eternal 或者會出嚟嘅嘢會有啲乜嘢咧？就同之前我哋嘅 Avengers 個系列個方法拍法就唔一樣啦。我覺得呢個亦都會對 Marvel。新鮮啦，會新鮮啲啦，就唔會咁老土啦。如果呢個 formula 係成功嘅，咁對於 Marvel 往後嗰、那個製作方向咧，其實都會有幾大嘅影響嘅。起碼佢會將兩，佢似會將佢兩大嘅漫畫最好賣、最出名嗰兩嘢拍成喺電影咧，就非常之賣錢啦。嗱，佢而家呢個嘢佢拍咗出嚟啦，然後我諗佢都要十年八載啦，拍好曬佢哋所有嘢要一個總結 ，Avengers 都要十年一個總結啦，你知啦嚇。咁佢當佢用翻同一個十年都唔過分啦，嚟去揾錢啦。咁我覺得係正常嘅。而家 Avengers 已經去準備去第二代啦嘛，奇異Iron Man 死咗啦，Captain America 就唔撈啦，Black Widow 釘埋啦咁樣。Hawkeye 就準備喺劇集裏面有個新嘅一個接班人，一個女仔啦嚇。咁、你諗下，會又會大換血啦。咁蜘蛛俠會繼續嚟咯。Venom 嗰只嘢就會又會出現啦。咁你諗下，成個 Marvel 嘅世界係翻天覆地㗎啦，就會佢呢兩條主線咧，佢總會合二為，會有機會會楞到嘅。但係另外黑寡婦又帶出咗佢妹啦。系啦，佢新嘅黑寡婦啦。係啦，咁啊，佢會唔會仲咁型啊？唔知啊。不過需要減肥啦，佢個妹就。我觉得佢妹需要减肥的，肯定要减肥，冇办法唔减肥。佢真的不够清脆，你看佢真的争啲咯。我觉得一着件衫就知道了，系嘛？系啦，佢好爆噶，佢身材好爆，但系爆咯，但系唔清脆咯，动作唔灵活咯，系啦，系啦。所以Marvel 呢个嘢就应该系会一个好新嘅一个长远一个制作，几大噶，能够两个唔同嘅 series 会困到埋一齐咧，非同凡响。系啦，我有期待，所以变咗好期待。佢 DC 嗰边好黯然失色就系咁解啦。DC 拍嚟拍去都仲系咁嘅样，咁你话即系钉盖唔钉盖咁样就系、是。你都好熟 DC 嘅，迟啲都可以讲下。DC 可以讲下。因为我觉得你系仲 DC 嗰边仲熟啊，你觉得？我觉得你就系、是。其实我对 DC 嗰几个嘅世界系熟啲嘅，因为本身但因為你有時都會覺得 DC 嗰啲漫畫嘅人物同 Marvel 其實好多時差唔多嘅，佢可能大家都互相有比較同一樣。Iron Man 同 Batman 都係有錢仔，你 Batman 都係中產出啊，唔係中產，你咪真係貴族出嚟啊，富翁嚟啊，貴族啊，係啊，貴族出嚟啊，係啊。Tony Stark 又係啦，兩個就係一個人類都係靠外邊嗰套盔甲去做 superhero 啫嘛。嗯，係啦，咁啊 ，Thor 就同阿超人又係。非我族類嘅，唔知邊度走出嚟嘅，係咪？咁啊又係中意，又係飛嚟飛去咁樣啦。即係類似嘅嘢都好多，好多相似，大家都喺都會入邊有講好多咯。譬如Marvel 入邊都有個講水嘅一個人，而喺 DC 入邊有個水行俠啦，都有咁上下咁嘅嘢嚟嘅。係啊，但係點解 DC 拍嚟拍去都仲係淨得超人同 Batman 同埋呢一集 Wonder Woman 拍得好咧？其实是 DC 本身的背景难拍，你不容易拍得它好在电影里面。同埋呢个我想第日有机会啦，我哋再研究一下点解 DC 同 Marvel 的世界点解今时今日争咁远，而 Marvel 可以而家成个快兴得咁兴起，而 DC 仲系佢都唔同，佢都有唔同嘅尝试嘅。出旧年都出咗套小丑女啦，咁但系都系 OK 啦，好普通，普普通通啦。好似佢今次有个自杀。特工隊啦，咁諗住佢有啲嘢睇，又好似係爭啲咁樣啦，係咪因為冇咗 Will Smith 而失色咗咧？咁又唔知啦。其實嗰個問題就係一睇完我就唔記得啦，嗰啲戲就係、是，即係冇乜嘢令到你深刻啊。個問題就係、是，可能係華納公司好多背景好多山頭文化影響啦、啊。Even 神奇女俠1984都係，我一睇完睇都唔錯嘅。睇完就真係究竟我睇咗咩咧咁樣？其實佢都1984有啲多餘嘅，我話俾你聽，我覺得真係唔好睇。你除咗睇個女主角啦 ，OK 啦，好靚咁樣就係、是但係套戲其實
唔觉得佢有咩？不过有一个叫《神奇女侠》三部曲，咁梗要有第二部嘅咁样。系啊，咁啊，我讲归咎Marvel 同啲同埋华纳个背景公司个文化唔一样啊。所以做出嚟嘅嘢，亦都可能影响咗成套片或者制作好多嘅嘢啦。咁有机会我哋再喺呢度同大家讲下 DC 嗰个产业文化究竟出现咗咩问题啦。有机会就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都时间差唔多，吓好啦，多谢晒，多谢晒台长今日吓情商客串吓，系冇冇冇冇冇讲，有机会再同大家再倾下偈啊。亦都解答到网民有某啲问题啦，其实就系、是、希望解答到一啲啦。我都尽量解答啦，因为其实。睇翻 Marvel Eternal， 我谂要好熟嘅人咧，大有人在。呢、這个嘢其实系一个好大，佢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呢、這个系啊，我哋延续系啊，嗯哼，好啦，咁下次再同大家探讨分享。好，冇问题，多谢收听，新嚟讲电影 ，OK， 拜拜，拜拜。